寒冷天氣警告現正生效，今朝早市區氣温降至12度左右，但年初一朝早仍然寒冷。天文台話，受東北季候風同埋一道廣闊雲雨帶影響，華南沿岸地區天氣寒冷，預計日間市區氣温徘徊喺13度左右，夜晚黑降至大約11度，新界再低2至3度。聽日同埋大年初一朝早仍然寒冷。農曆新年假期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日夜温差比較大。